凌晨0:51啊，煮的黑豆大米饭，这是鸡肉啊，今天发的鸡肉，这种鸡肉，今天发的牛油果，吃了，又把红豆放上了，发的牛奶煮开了，发的大米，发的红豆又泡上了红豆。鸡蛋发的鸡蛋，他这个发的鸡肉今天发的是 Foster 是赡养的意思吗？收养农场，福斯特农场 Serving families since 1939，服务家庭，自从1939年开始服务家庭啊，就这种肉啊，类似于柴骨肉这种的，切碎了的鸡胸带着肋骨肉，经典的 Chicken raised with no antibiotics ever， 小鸡儿饲养没有抗生素，绝不含抗生素，小鸡儿饲养用没有添加荷尔蒙或者类固醇吗 steroid， 100%纯天然，制作用鸡胸做的啊，这个袋儿其实这种可以反复用的，但是我着急我就给它咔咔咔剪开了，对吧，这其实是可以反复利用的，我给它拿剪刀直接剪开了。联邦规则不允许使用属于荷尔蒙或者类固醇在家禽 minimally process 最低限度的加工，没有人工成分，净重20欧兹1.5磅（括号叫0.57公斤）。充分烹饪了的微波炉可以用，保持冷冻，没有防腐剂。在 Foster 农场。简单的更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It's what we strive for in everything we do. 它就是我们努力在每一件我们做的事都想达成的目标。Serving families since 1939. 服务于家庭自从1939年。Foster Farms has always been a brand you can trust. 福斯特农场一直是一个品牌你能够相信的。We are helping you redefine what's possible at every meal. 我们正在帮助你重新定义什么是可能的，在每一餐 ，because good food feeds good times， 因为好的食物喂养好的时间、好的时光。最佳截止到2024年4月19号。更好的护理，更好的质量，更好的口味，那是这个福斯特农场的方式。加热指南，在灶台上加热冷冻的切碎了的鸡肉，在一个不粘锅的。Skillet 长柄锅吗？在中火5到7分钟，或者直到热了就行。用微波炉加热呢，是放1.5杯的冻的切碎的鸡肉，在一个圆圈里（括号 ，leave a space in the center）， 放成一圈。那么呢，放成一圈鸡肉啊，中间留个空，在一个微波炉安全的盘上，松散的盖上。微波炉在高火加热1.5到2分钟，或者直到热透了，让它挺1分钟再吃之前，注意盘子可能是热的。营养表大约6份，每一个袋啊，我都给它煮上了。一份是84克，每一份的卡路里100，总脂肪3%。饱和脂肪3%，反式脂肪0，胆固醇20%，钠17%，总的碳水化合物0，膳食纤维0，糖是0，蛋白质34%，维生素 D 0，钙0，钾4%。成分：鸡胸带着肋骨肉，水包含2%或者更少的自然的风味，食物的淀粉、盐、酵母提取物。Torula yeast， 植入辣椒母，福斯农场在2022 Livingston CA 加州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承诺给你的。如果你不满意对本品，我们将迅速的替换你，给你换货，简单的返还这个标签，带着原因并且证据购买证明，给福斯特农场，邮箱306 Livingston 加州。如果你有问题或者评论，请打电话，这个电话周一到周五记得。
We'd love to hear from you. 我们想听你的声音。找到我们在 fosternongchang.com 这个公司，并且呢，跟随我们在这个方块代表，中间 F 是代表脸书、推特，这个叫 Instagram、Instagram、Facebook、Twitter， 对吧？嗯，欧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今天发的莴苣，昨天吃了一个长叶莴苣了，今天又发一个更新鲜的，今天吃。又发了这种墨西哥的辣椒，不知道辣不辣啊？我给它刷刷吧，刷着吃，看它辣不辣不辣，不辣的话就生吃。嗯，感谢啊，感谢。再见，再见，2057。后脑勺好点了吧？后脑勺，哎，那个笔呢？这个屏幕。